Cheesy Production。OK， 大家好，我是 GB， 然后我现在其实正准备出门去工作室，但是我一出门呢，看到了这样的，是我家门口在修电，所以他们现在在填路的时候呢，就搞了很多沙子在地上，对，可以看到，而且这些沙子是中间有很多这种小石块的沙子，不是那种。全是细沙的那种沙子，所以我就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，我们今天来自己做一个 shaker。我现在在超市，我想找一个合适的能作为 shaker 容器的这么一个东西。是一个 shaker， 但是它有一点太满了。其实我本来是想找一个薯片的，但是这个超市里面的薯片都太大只了，我想找那种矮矮的，但是没有，所以我们就拿这个。现在已经把这个桶里面的瓜子全部都倒干净了，然后它现在变成了一个空的，我们现在去抓点地上的这些放进去。大概差不多，差不多吧。我们来听一下它的声音。这样你就得到了一个 shaker。 等一下我们去工作室里面录一下它的声音，看看会怎么样。 OK， 那现在如你所见呢，我已经 set 好了一支电容麦，我们来试一下自制的这支 shaker 的音色到底怎么样。刚好我也有一个工程需要一个 shaker 的音色加入，我们就用这一支自制的 shaker 来录制。我们只需要这一段。这样一个自制的 shaker 就完成了。